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廖佳音》。谢谢非常舞蹈团漂亮的姑娘们，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非常六加一非常乐意和大家保持一个亲密的接触，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如果你们有什么愿望想法或者梦想的话呢，可以编辑短信，全国的手机用户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 10669999081，说不定呢我们就能帮上你的忙。再次感谢现场朋友的光临，谢谢你们。那现在呢，我们就从储备短信的电脑当中随机挑选出10个号码，我将和这10位朋友呢进行电话互动。来，准备，停。好，首先感谢这10位朋友呢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马上我就要打电话给你啊。但是呢，这个环节你们知道是有游戏规则的，如果电话接通无响您要不接，或者是彩铃在我们规定时间内您要不接听的话呢，你就和幸运擦肩而过了，幸运将回到我们现场朋友的头上。来连线，短信呢来自福建双胞胎，好，想送给孩子们一套婴幼儿早教开发书籍，等你打我电话时再现一响。喂，喂，你好。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是在福建对吗？是。双胞胎是不是？对。希望给孩子们一套婴幼儿早教书，那怎么称呼？我姓丁。丁女士，丁女士，孩子在哭是不是？对。好，不多打扰你了，抓紧时间来选择金蛋，序号1到10号，任意选择一盒金花四件婴儿早教书。8号。好，恭喜，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支持。那婴儿早教书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们，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那时间关系，那我们就挂线了。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再见，联系。好，再见。信息来自山东，太阳能热水器。站。4、4、0。你好，来选择一个金蛋，告诉我们选择几号？我选9号。9号，来，自己来。谢谢你，谢谢，谢谢。为什么要谢谢他呀？他帮助我们排除了一颗空蛋啊！来联系。信息来自浙江，手机尾号3078。送一台冰箱的话，一定请我吃冰棍儿。我送他一台冰箱，他请我吃冰棍儿，够意思吧？还够意思吧？真的。喂，喂，喂喂喂，你好。我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啊，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勇哥啊。客气，怎么称呼？哎呦，我姓高。高，高先生，是我送你一台冰箱的话，你请我吃冰棍是吧？啊，对啊。你真够意思啊。啊，够意思吗？啊，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来，现在选择金蛋。那个3号吧。3号。高先生，你太够意思了。3号蛋砸开之后没有金花，空蛋。我都晕了。不要紧啊，这个感谢你对我们节目支持，这只是一个电话互动游戏，有机会我们再电话互动好吗？好，时间关系我们就挂线了，再见。再见。甘肃大彩电，因为他们家电视就一台，他爸妈看的节目和他不一样，所以要让我送他一台。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你好，请问怎么称呼？石石先生啊，跟父母看不到一起，需要另外一台彩电，对不对？啊，对。好，现在选择金蛋，新花四件电视。选2号。
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二号站南开之后，金花四店彩电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这些观众不挂电了，再见，谢谢，继续连线。江苏手机尾号3948，电动车代步。对不起，您拨打。来，这位大姐，您慢点，请您告诉我您看中哪号金蛋了？6号哈，您自己来。感谢您，彩铃手机一款送给您，谢谢，谢谢，谢谢。好，继续连线。继续来自陕西手机尾号2394。他们宿舍说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中了他们每周都发短信给你，要是中了他们天天发。喂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吗？哎，你好，你好。你好，是在陕西对不对？对对对。如果你要中了的话，你们同学会天天发短信是吧？对对对，我们宿舍我们班都会发。你是上高中还是上大学？大学了。大学怎么称呼？免贵姓武。小武，小武现在选择金蛋金花四件数码相机给你。我就选5号吧。好，小武恭喜，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支持，告诉你的同学让他们天天发短信，数码相机在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希望你学习进步，直接关机挂线了，再见，再见。贵州手机尾号8778，他和女朋友准备买台空调，看我能否准备。这个是你家好像是 power up。来，我们继续打吧，行。6、4、8。来，这位先生你好，来，看中哪个号码，请告诉我们。10号，10号，自己来。好，恭喜彩铃手机一款，连线。信息来自青海，手机尾号8058。请我帮个忙，他的手机不行了，需要一部好手机。只要你金花四件，我一定帮你。喂喂，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喂，你好，是在青海吗？是。你的手机不行了，希望我帮你换一部好手机是吧？是啊。那怎么称呼请问？我叫7个8。7个8。7个8。齐先生啊。啊，齐先生，现在还剩1号蛋、4号蛋和7号蛋，3选1，来选择一颗金花四件一部好手机。我选择7号蛋。好，齐先生，恭喜，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7号蛋大概就是金花四件，没有问题。一款好手机的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有一些观众挂线了，谢谢，再见，连线。信息来自河南，希望能够父母睡得舒服一点，送爸妈一张双人床。父母都快70岁了，应该说新双人床，难道都快70岁了，70年都住单人床？喂，红木床，你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你好。啊，勇哥你好。客气，怎么称呼？姓王。王女士现在在河南，希望能够给父母一张新的双人床，对不对？尽一份孝心。是的。好，王女士，来选择金蛋，2选1，1号和4号。1号。
好，王女士，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双人床呢，由非常六加一送给您的父母，我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祝你父母身体健康，没关系挂线了，再见，再见。最后一通信息来自上海，手机尾号2217。老婆每天上班很辛苦，回家还要做饭，想做一台微波炉给她。她老婆上班辛苦。讲。6 7 0。就这一颗金蛋了，没得可选了，来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吧。恭喜彩屏手机100送给你，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的电话互动呢只有10通电话啊，非常的短，感谢大家的支持。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愿望呢，可以发送短信给我们。正在播出的是非常六加一，不要走开，马上回来。今天的三位主人公究竟是谁？首先可以跟大家透露啊，今天三位都是女性，而且呢，据说都是女经理，但他们是哪个行业的？需要大家伙来猜。我们首先呢，要请上的是今天的一号主人公。在请出他之前啊，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老婆。冯丽丽22岁，来自湖北黄石，酷爱打台球，台球俱乐部里几乎每天都有她的身影。我的性格像个男孩子，平常喜欢玩男孩子玩的游戏，像打台球啊。我觉得打台球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性质，然后可以提升我的胆量，最重要的可以提升我的生活质量。在教练的指导下，冯丽丽从最基本的一招一式开始练习，如何站立，如何握杆，如何摆手，如何开球，都有门道。左脚弯曲，右脚绷直，身体整个朝下倾，右手捏杆的后1/5的部分，手尽量打开，微微鼓起来，像捏着一个乒乓球一样，开球打母球的中间下击的那个点儿。一年多了，现在的佟丽丽越来越沉着自信了。打台球可以让我的心沉下来，不浮躁，对我的工作也很有好处。每一个球都有一个目标，一个一个的打进去，这样可以让我更加的执着，学会执着。来，让我们热烈的掌声请出一号主人公佟丽丽。好，佟丽丽，欢迎光临非常六加一。大家看到佟丽丽呢，是一身比较职业的打扮哈。透过短片呢，我们也看到她在玩台球啊。敢问佟丽丽，你的职业是不是台球俱乐部的经理？您猜猜，猜不出来可以让大伙儿帮忙猜猜。台球部的经理还是什么方面的？哎，来给我点意见。空姐。空姐。台球俱乐部经理。我说了，他说不是。通信公司。通信。通讯和通信不一样哈、啊。通信，你比如通信、邮政啊、电信的、啊。通讯。通讯。你西北人吧？内蒙的。内蒙的哈，我也是内蒙人。bug 哈 ，bug。业余爱好者。业余爱好者。业余爱好者。你说他是台球的业余爱好者？对。职业。职业现在好像是空姐。空姐。教练。教练。好了好了好了，众说纷纭啊，我们验证一下哈，有两个说是空姐，你跟空姐这个职业一点边都不沾吗？这么说吧。打台球得一直站着，我平常的工作也是要一直站着，
打台球要有执着的心态，我平常的工作也有执着的信念，打球时呢要瞄准目标球，出杆时要稳准狠。我的工作也一样，对每一位客户都细致周到，善始善终。那是空姐，空姐是不是？再猜猜。保险，有说是电讯部门的，有说是搞餐饮的。我们的服务都是一样的，用我们的微笑和我们的真诚面对每一位客户。你就直说了吧，要猜越猜越离谱了。勇哥您好，我是一名银行的大堂经理。没想到吧，都没想到，我也没想到，看到你是空姐那样，看到这个标志性的丝巾了，对不对？航空乘都有这样的啊，也是现在很多的这个职业，这个服装啊，我觉得有雷同的地方太多，大家真的从很难从这个服装上去来能够知道他是一个具体从事什么职业的啊。佟丽丽呢是银行的大堂经理，敢问佟丽丽今年有多大？22岁还没到呢。22岁还没到，也就是刚刚毕业，刚刚毕业就能当上银行的大堂经理。是的。我有点不大相信，不大放心哈。我们来这样，我们透过一个短片呢，来了解一下佟丽丽的，佟丽丽有多大能耐啊？来，导播。你好，请问您是办的什么业务？我这个存钱。存款是吧？来，这边加个号吧。来，您把号拿着，坐着稍微等一会儿。佟丽丽的职业是银行大堂经理，天天和来银行办理业务的储户打交道。我的职业特点是微笑服务，每天面对不一样的客户，我都会送去同样的热情，哪怕客户心情不好，我也会用我的微笑来面对。身份证带了吧？带着。来，身份证出示一下，在这边填一个单子。佟丽丽每天的工作主要是迎来送往，引导分流来办理业务的每一个储户，帮他们填写相关手续，还要指导客户如何使用自助网上银行，每天都要以最佳的心态和笑容面对每一位用户。 A3080 号，请到5号窗口。你好，请问您是办理什么业务？他从小有些什么习惯呢？第一号哭，受得比较委屈，那或者是其他同事说了几句的话，他都接受不了。银行这个服务工作啊，他本来就是顾客是上帝，不管有什么委屈，你可以自己关在门去流泪，你不能对客户。我就是教他这么一点，也就是说要一心一意，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这才是一个银行这样的小小宗旨。我的爸爸也是一名银行的老职员，有了他的鼓励，我就更加懂得我的微笑和我的真诚是多么的重要。您坐着稍微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到了我叫您。读到22岁，银行的大堂经理真的很能干，刚才真的不好意思低估了哈。哎呀，在银行工作你看这职业多好，现在找份工作不容易啊哈。敢问佟丽丽在银行工作身家有多少？不好意思勇哥，我现在还负债呢。这怎么可能在银行工作这么好的一个职业还负债？我们每天都是有销售任务的，来非常6+1，今天已经第7天了，现在负债10几万吧。勇哥，现在任务也不好做呀，您就帮忙完成一点吧。我脑子反应比较慢，你们一鼓掌，我就突然意识到，是让我掏腰包。我没钱，你谁相信呢？谁相信勇哥没钱？不是，你想想，我就在电视台工作，一个月就那么几个大的，而且还得上交家里的掌柜，真没多少钱。这么问吧，您家里谁是老大呀？我老婆是老大。在家里财务谁来管呢？老婆。又是老婆。那平常是怎么来规划的呢？老婆。还是老婆。那你平常拿几个呀？给几个老婆？给几个女儿？别
让我把话问完。这问题大了啊，什么几个几个的，我怎么听着晕呢？几个是我们银行的专业术语，一般以万为单位，一个就是指一万、哦、一个就是几万。您一个月拿几个呀？啊、哦、几个呀，一个月，哎呀姐，能不说吗？就给我保了点隐私行吗？好，帮您保密。嗯、啊，假设您一个月拿1000块钱啊啊啊！嗯、平常有多少闲钱呢？如果一个月有1000块钱收入的话，700元是必须要上交的这个比例，剩下200块钱呢是给女儿存的教育基金，落到我手里就100块钱，100块钱对个大男人的也算闲钱。这么来分析吧，在家里的大大金库是永少了啊、大金库是女儿，对，您就这么点闲钱，就这么点闲钱，100块钱，你看在我那去存着，改明儿可能会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小金库的。100块钱你也要分啊？要学会理财。定定定，100块钱还能生出钱来？您可以存一点私房钱呐、啊。别说，就我存点钱就行了，存点私房钱啊，这个。可以存点私房钱，我没存100块钱，您可以越积越多呀，没准就上千了，再没准就上万了。理不理财，财不理你，你一定要学会理财。100块钱也是钱，上千了，上万了，我听怎么那么邪乎呢？这样，我现场帮你找两位朋友。哎，你给他们讲讲怎么理财。行，因为我也知道理财是很讲究的。对，我得先问问哈，那你有女朋友没有？这现在没有。现在还没女朋友，太好了，就你上去吧。你有男朋友吗？没有。上去吧。他们俩互不相识，一个没男朋友。我错了，但你搞错了，我们相识。相识？你说你没女朋友？我是没女朋友，我们是同学。哦，同学，那就有一定基础啊。给他们讲讲理财。你俩还没有朋友是吧？还在读书的阶段，现在不好说啊。嗯，不好说。可以建议您做一个对未来的一个爱情定投，为你的将来，为你的婚姻有一笔资金，从现在开始存钱，不管多少，都行，十几块钱你存，十几块钱一个人就可以，上百了，上百了您就可以做基金定投了。这样钱生钱。我想问一下，还有别的吗？还有啊，那、嗯、现在是最基本的基金定投，就是每个月就是存那么点钱，10万以上的客户就可以给您做一个理财计划，我们一对一的服务。哎，其实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我那金蛋能放到你那儿也纳入理财行列？行啊，拿来吧。拿到他那儿去，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靠那蛋了，你知道吗？你俩大致明白了吧？反正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对对，就这么个道理。是，今后你们的路还长，多有点积蓄呢，一是给家庭减少负担，二的能让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幸福富裕，明白吧？对，这是理财常识啊。好，谢谢二位。有一点私房钱。谢谢。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对。他们挺受启发的。您看，大伙都准备到我这来存钱呢，您好意思让一个女孩子家伸手向您要钱啊？我老土，我愿意把钱放家里。我今天没带钱。今天没带？没带钱，100块钱都没有。我这个改天这个。平常要钱都是伸手向永嫂要钱呢？不光是伸手的问题，要书面申请。这么麻烦，还是给自己存点私房钱好。这样稳妥，这样稳妥，这样我回去跟我们家掌柜的商量商量，尽可能的跟你取得联系。行，因为我知道了一个道理，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大家伙呢，如果谁对理财有兴趣的话，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找一下佟丽啊，他可以告诉你们，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啊。有钱了一定去找你理财挣大钱啊。嗯，好，一定。那佟丽丽，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现在要请你步入一辈子梦想之门，告诉我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祝你好运。
爱情很危险，所以要勇敢，时间会帮我的忙。墙上的钟响过了十二点，爱情也消失了吗？最后看你一眼，顺便告诉你再见了我的过往。跳支芭蕾 one two three 纪念我爱过你，往事很美，我会踏着回忆的旋律，孤单单的跳到天亮。我不会在播出的是《非常六加一》，我是李勇，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那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二号主人公。同样呢，在他出场之前呢，我们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他，而且呢，要猜猜他是干什么职业的哈。来，导播。马兰花生长在浙江安吉，从小就在茶园里长大。从小吧，家里条件不是太好，我又是家里的老大，所以帮着父母呢一起干点农活，采采茶叶呀，插插秧呀，还有到竹林里面去放羊呀、鸡呀什么的。因为那边环境好，然后那竹林又特别干净，特别爽，清新的空气。干着干着吧，我就一边干一边唱。山啊，晨钟惊飞鸟，林间。马兰花的歌声飘荡在美丽的竹林深处，经常就有被她的歌声打动的前来应和的。我小时候吧，特别爱学羊叫，每次都是准确率特别高，都能把羊给骗跑了。所以我那时候干农活空余的时间呢，我就去逗羊玩，跟他们对歌玩呢。这次对歌的阵势可够强大的，头羊都亲自出马了，不仅带着所有的羊前来对歌，连自个儿都想跟马兰花走了。来，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二号主人公马兰花。天太阳
欢迎马兰花光临今天的非常六加一。哥哥你好。你好你好。马兰花刚才看到你呢是又采茶又放羊、那家里应该是在农村吧？是农村，20岁之前没到过城市啊、我看这都是准备好了这个茶碗，想尝一尝吗？这可是我从安吉我自己亲手采摘的最好的白茶。哎呀，白茶哈，尝一尝哈。通常我都是招待客人，今天你倒反客为主了哈。今天我招待你吧。白茶是相当有名的，非常清淡的这个茶。哎，你怎么叫这个马兰花这名字呢？这名字挺有意思的。这样的，那时候不是放过一部电影吗？啊，马兰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刚好我也姓马，所以叫马兰花。要姓灰呢，说不定就是灰太狼。灰太狼，你这。歌唱的挺厉害的，我看给那羊都忽悠的头羊都跟着你走啊。因为山上也没啥人，我就采茶叶，没事就逗羊玩。你觉得你歌唱的怎么样？你自己觉得呢？比较原生态吧，我不敢说挺好，就是比较淳朴正式。哦，有了这个桌啊，还有专门带着茶，又采茶又放羊，马兰花，你不会是开茶馆的吧？这个，那您先猜一下吧。我猜不出。我不是开茶馆的。那你是干什么的？你刚才不是说我会唱歌吗？啊，我会唱小调，咱们俩先对对歌，您对赢了我就告诉你。不，这。我现在突然发现哈，这个非常六加一的每位主人公向我发难的时候是大家伙最高兴的时候。对歌我肯定不灵，但是马兰花的确带来了上好的白茶，我现场请三位朋友上来，如果你们能对上马兰花的歌，坐下喝茶，边喝边聊，如果你要对不上的话，该坐哪坐哪。行也行。你来，感谢你们三位来帮我，要和他对歌。其实你想想，他又采茶又放羊，估计唱不了什么流行歌。他说又都是小调，我想你们应该都没问题。先坐下，先坐。三位请坐。坐坐，能对上来的话呢，就是倒茶喝。坐，我站着。坐。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自量，人一来柴就忘。你来点，我觉得要不女士先来吧。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娇艳。来，喝茶。喝茶，喝茶，喝茶。看看，上好的白茶，好不错。接下来你再点，接下来头那先生吧。有，您也别紧张，我来一个欢快的哈。来个欢快的，欢快就是。这里江水过，好有一家，刘海哥。哎。我的姑。啊。您就是答应一声。哎。这算过关吗？这算过关。算吧，就哎啊。公平来讲啊，得唱出歌词儿来。他没歌词就让你喝一口。喝一口。就将将过关哈。对。你看这俩人家算是过来了哈。给他点。再给你整一首。年轻人你看自己毛看上去不。年轻的我就给他整个老的吧。啊。好主意。这夜里是新年呐。
底下都提示你了，你还在那嘚嘚嘚嘚嘚。好心请你喝茶，这也是个年轻的。我估计他也不行。13岁。13岁啊，周杰伦的没小调。这太坏了，这来儿歌。世上只有妈妈。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行，太聪明了。虽然有点走音儿啊，还算不错。喝茶，正好呢，边喝边聊聊。你觉得马兰花是干什么职业的？茶馆老板，他老婆，老板娘啊，老板娘。好，这是答案一啊。你觉得马兰花？是茶艺师吗？这我问你呢，你问我干啥呀？是吗？随便说一个。茶艺师。茶艺师。我看他气质有点像餐饮行业的大堂经理。你没受刚才那个银行的大堂经理的影响了你？餐饮行业的哈。有点受启发。哎，喝完茶都回座位了。谢谢谢谢谢谢。现在让马兰花自己来告诉大家，她是做什么职业的？我是一名文化公司的小经理，公司在上海。文化公司的经理，啊，现在文化公司其实真的是做起来不容易啊。对。那像马兰花，你看看她这个头啊，只身闯荡上海滩，那可想而知多么的不容易。我们来了解一下马兰花只身闯荡上海滩，导播。2001年，马兰花怀揣着梦想来到上海滩打拼，这个偌大的城市能否容得下她这个小小的女子？应该说我人生第一次为自己做主啊，那是我放弃了那个读大学的机会。父母他没有别的能力，他只能靠体力去赚钱给我们读书。年轻就是资本，我应该去社会去闯荡一下，而读书的话，今后我还是有机会可以再去边工作边学习边深造的，所以首选我就选择了上海。孤身一人在人头攒动的大都市里，如何不被人流淹没？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坚强。我根本住不起房子，借住在那个旅行社的那个朋友那里，他们公司里面给我买了个沙发吧。难，很难。我连找一个连一个400-500块钱工资的那种工作都想过，都考虑过。我想走进去那个小照相馆，就我就在那门口徘徊了十多趟吧，一个人也不认识，挺迷茫的。干了几个月的导游，很快就支撑不下去了，太难了。实在不行的话，我想回去了。我想再混不下去了，我得打道回府了。就在马兰花快要放弃的时候，命运出现了转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中碰到了几个高度残疾的成功人士，是他们的那种精神，那种发自内心的一种自信吧，还有一种对待事情对待工作的一种认真，打动了我。所以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战胜自己比战胜任何事情都重要。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在上海，我就立足下来，生存下来了。马兰花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创业的艰辛是每一个在外打拼的人都能想象得到的。公司几经风雨，起起落落，坚强的马兰花靠着自己的智慧和毅力，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艰难我不怕的，就像我的名字一样，风吹雨打都不怕，确实是这样的。我喜欢这个名字，就喜欢他的精神。如果刚才马兰花换上这身服装的话呢，可能三位朋友在猜你的职业的时候呢，恐怕不会那么不靠谱啊。一个人到上海去闯荡也挺不容易的，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刚到上海之后呢一些难忘比如有趣的事情？那有一次收电费的人他敲门，那我去开门了，看我一看，你爸爸妈妈在家吗？挺有意思的啊。还有吧，就是在城市里边是助动车是不允许带人，带小孩可以。有个朋友经常用助动车带着我到东到西的，但警察就在旁边，他也不管。以为带着小孩，自己开的公司招的员工是不是都不能比你高啊？那当然了，个头也高啊，学历也高。那他们听你的吗？听啊。这个文化公司你们主要从事的业务是什么呀？我们主要是给企业搞庆典会务和一些企业宣传片的拍摄制作啊。那得跟客户要进行这个沟通，要有交流沟通的。那这个得需要技巧，你得跟员工要进行交代，如何跟客户交流和沟通啊？啊，对，没做过销售的到我这儿一个月就会做了。好了，来，十三岁，你过来。还有这位先生，哎，来那位，喝人茶了吗？啊，现在你们就是马兰花马经理的员工，马经理来给你们讲讲如何跟客户沟通啊。来，做我们这一行呢，如果您电话销售跟那个陌生客户交流对吧，您得掌握两点心理啊，你们三个哈。第一，别把客户看得太高，自己别有那种害怕心理，因为客户吧他再厉害他也是人呐，可以跟他平等，平等了你才能交流，和蔼可亲。对，和蔼可亲一点啊。哎，第二点呢，就是要相信自己，别觉得自己老是这不行那不行的。你是学这个专业的，他肯定这方面不如你。咱们今天就把勇哥作为咱们的一个潜在客户，准备今天把他给拿下。我就看看你们怎么把我拿下。拿我啊？嫩样。先说点好话。行，就吴哥啊，你好，你好，我是天籁文化传播公司的小吴。你干啥？我们今年是开始制作一个新的宣传片啊，我们想咨询一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意向。抱歉，没时间。现在这种电话太多，你信他真假的？挂了就算了，换一个。咱打那打概率嘛。咱就叫叔叔吧，那人家上班了不能叫叔叔。就小张。喂，是勇哥吗？我是啊。我们是天籁有限公司的，我叫小张。你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行吗？就你这嫩声嫩气的，你还开文化公司的？小张，你想干啥？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名人的宣传片。那跟我有啥关系啊？就特别喜欢您，特别想拍您。就是大众意见都说特别喜欢您，然后说请您来拍一个。你今年多大了？我说老实话，听你声音才十几岁的样子啊。别在这开玩笑了，受谁唆使了？第二句啊，没时间。第二又给掐了。现在轮到你了。拿我。喂。哎，小勇吗？我妈声音没这么年轻啊。你谁呀、啊、你？我们公司要给你做一个宣传片，你是做是不做？你哪个公司的？天籁公司是吧？天籁公司。你看看，还在问旁边打听哪公司的？你是哪公司？你先自己搞明白。我现在没时间开会呢啊，没拿住。我告诉你们三个，你们都被开除了，回去吧。你自己出马吧。喂。喂。是勇哥吗？声音挺甜的哈。我是天籁文化公司的小马。啥事儿啊？
我们公司是专门做名人的宣传片。我告诉你啊，我很忙，就特别喜欢您。我很忙，你这长话短说，就两句，两句话，两句话就要说清楚。对，我们就特别喜欢您，想给您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包装设计，给您提一点点小小的建议。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是不是能面谈一下？电话里您也不相信我，是不是？您看怎么样？这倒是哈。那咱们约个地方吧。行。在哪儿见面呢？就蓬莱茶馆的，我请您喝茶呢。哦，那儿的老板娘我认识，阿大姐嘛，我就行。蓬莱茶馆。明天见，不见不散。好。转眼，第二天下午。好，您是马经理。哎，您就是勇哥吧？啊，客气，是我，你好，你好。我现在时间比较紧张啊，每天忙活着做节目。你说要做一个个人宣传片啊？对啊，有点什么建议你就说。一句话，给您那个设计成那个全国观众永远喜欢您的那样子。也比较新颖啊，也比较新颖，比较时尚。嗯，永远跟着潮流走。怎么一个这个方式呢？您觉得可以，那您就预付一点预付金吧。我算是听明白了，实际上这目的还是让我掏腰包。刚才那个佟丽丽就让我掏腰包，很抱歉，我本来有100块钱的，我要换衣服了啊，所以口袋里剩100块，我不换衣服也没钱。那没关系，咱明天也可以。那行，你们给我一个策划书，哎，明天呢，我回去好好看一看。如果我有兴趣的话呢，跟你保持联系。可以。你看行不行？行。前有阿信草，后有马兰花啊，那女人是不简单哈。马兰花马经理，梦想之门即将为你开启，你要步入一辈式梦想之门，那请问你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祝你好运。见到的是今天的第三号主人公，依然呢，在他出现之前，我们来透过一个短片来猜一猜他是干什么工作的。来，导播。
王新威的老家在乌兰浩特，大学毕业后在天津工作，一年中几乎一半的时间都是在农田里和农民一起度过的。平时我们总跟农民打交道，关注他们农田长得怎么样啊，稻子收的好不好啊，有什么反馈的意见呢，我们好及时的改进。大爷，今年这个收成咋样？这个收成不错，收成不错呀。王新威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秋收的时候，他去农家走访时看到农民们丰收的场景和喜悦的笑容，他就感到非常欣慰。因为他们收获的越好，我感觉我的工作就没有白做。